非常感谢今天大家这些好朋友给我们高雄军乐捧场，非常谢谢。军乐农博站开幕仪式，虔诚奉请天上众神明降临，一拜。伫这个关吼，要进步、要提升，就是一定要建设。我讲真诶，伫这规划设计，真正拢受到客户真大诶欢迎。和风军乐建案，咱完全是顶下之位。